李彩娥舞蹈团，欢迎。
谢谢老师，掌声鼓励，谢谢老师，还有他的所有的团队，大家辛苦了，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。再次将掌声献给我们的李凯娥老师，也谢谢今年的终身成就奖的得主。非常感谢李凯娥老师在我们台湾舞蹈教育当中努力扎根，为我们所奉献的心力，非常的感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李凯娥老师同时也是我们今年度的终身成就奖的得主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凯娥老师，好感动哦，风采依旧，是，阿姨，那边呢，在欣赏完的。